here. Sustenance. I'll eat it later. Thanks for the help. You will be welcome.终于在穿过了挤满Zin生物的无人区后，埃利克斯来到了目的地。现在阻挡在他与伊莱博士之间的敌人就是驻扎在铁路枢纽附近的改造人部队。这七小时战争以后，联合帝国撤离了自己在这一维度中的绝大部分军队，并设立了一个被称为装甲核心的管理部门。这个部门主要由国民护卫队改造人部队以及生物合成部队三个兵种构成，其中带着白色面罩、身穿黑色制服、装备有各种防爆器械的国民护卫队是由那些想要得到更好待遇的普通人类构成。由于没有进行生物改造，所以他们的体制最为松散，反抗组织人员有时会为了得到情报而派出卧底对其进行渗透。 而改造人部队则是现在联合帝国留存于地球上的主要力量。这些职业士兵总的来说也是人类，但是他们已经进行了各种肉体改造来增加自己的战斗力，同时也更加忠于联合帝国。在半条命艾利克斯中，一共有四种不同类型的联合军敌人。 分别是作为基础步兵使用脉冲冲锋枪的联合军步兵，装备有重甲与立场护盾系统、手持霰弹枪推进战线的联合军突击兵，同样穿着重甲并使用一挺脉冲机枪为队友提供火力掩护的联合军压制者，以及携带有无线电收发机与飞具的小队指挥官。而且这些敌人的 AI 非常有趣，玩家在与一个有着完整指挥序列的联合军小队战斗时，他们的战术通常都是突击兵吸引玩家火力，步兵侧翼攻击，而小队长与携带有机枪的压制者则在后方通过重火力与飞具来掩护进攻部队推进。 但是，只要我们优先击杀小队指挥官，剩余敌人就会立刻通过无线电报告装甲核心小队长阵亡，然后敌人的团队战术就会开始混乱。我们可以注意到，艾利克斯中的小队指挥官与半条命二中的经典敌人联合军士兵最为相像，而且小队长的主武器就是一把造型和我们所熟悉的 AR-2型步枪很相似的脉冲武器。背景上，艾利克斯中的改造人部队所装备的这些武器还配置有严格的基因锁，使得 未授权人员无法使用，这一点也是考虑到让那些初次接触 VR 游戏的玩家不用考虑太多的变量因素，降低上手难度。但是对于我们这种大脑经过专门训练的老潜行玩家，就有点不满足了。言归正传，虽然有着基因锁，但是在半条命二中，人类反抗军就已经可以随意的拾取与使用联合帝国的武器装备了。这或许说明后来的反抗组织成功破解了这些设备上的锁定。毕竟这边神奇的黑山科技也不是吃素的。 同时，熟悉半条命系列的老玩家们应该已经注意到，在半条命艾利克斯中的联合军，相较于后来冷冰冰的只会描述战术指令的士兵，要更具人性一些。游戏过程中，我们甚至会发现这些敌人还会互相开玩笑。个人推测的话，现在这些部队的改造手术可能还没有五年后来的这么彻底。 这些士兵依然保留了很多个性与情感在自己身上，而在后来的半条命二时期，联合帝国或许觉得这些早期版本效率不够高，所以就将他们的人格彻底消除，变成了只会跟从命令的生物机器。 这里也可以推荐给大家一个我自己使用了 VR 一段时间后的心得。朋友们在游玩这些代入感极强的 VR 游戏时，如果想要克服连续运动时的头晕现象，其实可以在心中暗示自己我是踩着一个电动平衡车在移动，尝试让自己相信这个想法，然后也许你就不会那么头晕了。当然，我不敢保证你用起来绝对有效，嘻嘻。 当普通人类少女艾利克斯消灭掉了枢纽站附近的一大堆生物改造突击队后，她便在罗素的指挥下开始破解这里的联合军终端机，并且很快便成功失败。不过还好，艾利克斯找到了外面的铁轨倒插拉杆，让运载着自己父亲的列车一头撞进了旁边已经封堵起来的废弃隧道中，从而成功脱轨停了下来。
在来到事故现场后，我们会惊奇地发现，这里火车上居然装载着至少三支联合帝国的高级单位探员，而且这些探员已经在刚刚的事故中死亡了。这里也可以说明，联合帝国对于现在的事件是非常重视的，他们甚至派遣了数名探员与伊莱万斯一道前往洛瓦矿场。当然，在那台神秘装置的图片出现在伊莱等人面前时，定量与变量、过去与未来就都已经被改变了。联合帝国所能做的也只能是做好准备，迎接这个出乎意料的结果。 Dad! I'm over here, honey. Okay, I'm gonna reach out and pull you up. It's gonna be okay. You ready? Yeah, I'm good. Give me your hand. I have come to help, as I said I would. Thank you. Thank you. Just stay there. I'm going to figure out how to get over to you. No. Alex, listen. The thing Russell and I found is some sort of super weapon. A super weapon? It's something big. They got it here in the QZ in some kind of vault. But they're about to move it. Where, I don't know, but it's going to be soon. Then we got to steal it before they do. Yes. And look.I managed to pocket this Combine data pod. If I can decrypt it, we can figure out how to use their weapon against them. So what's the plan? You head to the vault. I'll take this thing back to Russell's and get to work. Wait, where is the vault? Dad, where's the vault? Look to the northern star. Yes. Look to the star. Got it. Dad? It's right in the middle of the QZ, and it's big. Get above ground and see what you can find. I will accompany the Eli then.Great. Thank you. Dad, I'm gonna go find this vault. Go! Stay safe, baby. I love you. I love you too. I love you too. Thank you.那么到底什么是金库呢？这个所谓的金库其实就是一座位于隔离区中的巨大的超导悬浮体。这一设施由数量众多的伏地刚人形电池供能，这些被囚禁于类似变电站中的伏地刚电池人就是之前的下水道老哥想要艾利克斯营救的同胞。而金库其实是一座超时空监狱，里面关押着一名对于整个半条命系列来说都至关重要的人物。我第一次游玩时其实也有一点不理解，为什么联合帝国要故意用伏地刚人做电池，本来以为这又是一个制作组想要表现联合军生物科技的方法，但是当我通关以后回想起半条命二第一章的开头才恍然大悟，为什么要用伏地刚人的绿色能量来打造这个监狱的原因。因为到目前为止，半条命系列中也只有他们曾让那个男人吃过鳖，以敌克敌，妙啊。当然，现在的反抗军势力也并不知道这一设施里面保存着的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但他们也明白这个东西对于联合帝国来说很重要。反正只要是对于敌人来说很重要的东西，我们就把它抢过来或者砸了就完事儿了。所以成功营救了伊莱博士以后，艾利克斯现在也有了一个新的任务，那便是前往金库并将里面保存着的东西给借回来。艾利克斯一路顺着地铁隧道向金库方向前进，他首先到达了一处名为北极星的废弃酒店。这栋酒店的一部分建筑已经被联合军改造为了给金库输送能源的变电站，如果不关闭这些变电站，切断金库的能源让其下降，那么艾利克斯也无法到达悬浮于空中的设施里。同时我们还可以顺便解救那些被囚禁起来的伏地刚人。在北极星酒店中，我们可以注意到其实这个设施差不多已经完全被 Zin 外星生物给占领了，并且除了一些士兵与工人的尸体外就没有更多的联合军驻扎。这可能也是因为这个据点是荒芒建造，并且之前伊莱也说过联合帝国正在紧急准备将金库转移到其他位置，甚至可能是直接转移到其他位面去。
当我们一边开怀畅饮，一边向着酒店顶层的变电站前进时，埃利克斯还在这里发现了一种新的 Zin 生物——闪电狗。当然，这种生物不是真的狗，这是一种体型稍微比普通猎头蟹大一点，长有四肢与尾巴，身体可以放电，并且能够瘫痪周围电器设备的危险生物。闪电狗移动速度很快，而且它们最独特的一点是可以通过钻入人类尸体的胸腔中，从而控制这些尸体成为某种会放电的丧尸。当闪电狗本体受到攻击时，它们会释放一股带有静电的烟雾，迅速撤离。这里推荐大家用瞬移移动方式突脸，快速射击，倾泻弹药击杀之。而且就算这些生物死亡以后，他们身体中的某种弹状器官也依然会富含有大量的电能，甚至可以直接用来作为联合帝国某些设备的电池使用。闪电狗可能与猎头蟹有一些关系，但是并不清楚它究竟是不是猎头蟹的亚种。在终于来到了联合帝国部署在酒店上层的设施以后，艾利克斯切断了这一能源站与金库的连接，并成功救出了被束缚在里面的一名伏地冈人。现在便算是抵抗组织与伏地冈人的正式合作了。You must go to the weapon. I can't get into the vault if the substations are still online. Do not worry, Alex Vance. They will not be. We will.其余的变电站将会由伏地冈人负责关闭，而艾利克斯现在只需要前往金库底下，伺机进入这一设施便可以。Oh, Alex! Are you seeing that? The Vortigaunts are taking down the substation! Yes! My work!在横川阻挡在自己面前的一座荒废伏特加酒厂时，我们还会碰到另一个人类，拉里。拉里应该是一名生活在隔离区的拾荒者，从他如此熟悉这座酒厂来看，他过去应该时常在这里进进出出地寻找物资。可以注意到他的头上戴着一顶加装了很多尖刺的安全帽，可能是用于防范猎头蟹攻击的。但是当我们发现他时，拉里却是被藤壶怪的舌头缠住了腿，看来还是防护不够到位啊。在救出拉里后，他作为这里的常客，就会为我们介绍酒厂中的大 boss， 我的一生之敌杰夫。怎么说了，是真的很恐怖。如果你是第一次玩这个关卡，绝对会被杰哥给整麻了。那么这个杰夫是谁呢？通过有限的资料，我们可以得知，杰夫原本是一名普通的联合军危险物品处理工人。推测他所属的部队应该是来这处遭到 Zin 生物严重污染的酒厂进行消毒工作的，但是很不幸，他们的任务并没有成功，并且杰夫本人还遭到了某种外星真菌之类东西的感染，变成了一种非常非常恐怖的，不断释放着更多真菌孢子的强悍变异体。我们手上的所有枪械与炸药都无法杀死杰夫，并且由于杰夫体内还保存着所属部队的通行证，所以他可以随意的穿越那些联合帝国以前布置下的立场墙。而杰夫唯一的弱点便是他是个瞎子，只能通过声音来确认敌人或者猎物。杰夫在抓到猎物后，会向其喷吐大量的腐蚀性酸液，杀死对方，让其成为周围真菌生长的养分与温床。而我们在尝试穿过这座由杰哥罩着的酒厂时，就需要小心翼翼地前进，避免发出声响暴露自己的行踪，并且要随时准备投掷酒瓶将这个怪物引开。而由于这里的设施已经被真菌孢子严重感染，所以如果你没有带着一个过滤面罩，就需要在孢子云蔓延的区域一直用手捂着自己的嘴巴，避免艾利克斯咳嗽发出声音。同时又由于酒厂的各种设备老化，我们还需要打开电筒，接通一道道大门与电梯的电路开关。而这里由于是一座伏特加酒厂，所以到处都是一碰就碎的玻璃瓶，这些情况还要再加上 VR 设备所带来的沉浸式临场感，只能说真是太舒爽了。
终于在经过了噩梦一般的伏特加酒厂区域以后，艾利克斯成功将杰哥引入了一台垃圾压死机中，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这一关除了展现出了 VR 游戏所能带给玩家的惊人恐怖效果以外，也极大的丰富了 Zin 生物的生态。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奇异的如同动植物混合体的物质在人类的设施中蔓延，并且将这些区域改造成了极度不适合地球生物生存的状态。而在那些隔离区的废弃居民楼中，我们也经常可以发现 Zin 动植物在地球上蔓延所造成的怪异环境改变，甚至我们可以在这些感染区域中看到正在生长的触手怪宝宝。这些熟悉而又惊艳的元素都很好地扩充了半条命系列的世界观。Oh, what did you do to Jeff? Yeah, I trapped Jeff in a trash compactor, and then I crushed him. God damn! Well, I hope you came across some of the good stuff. See you around. Okay, the coast is clear. Time to get that flag open so we can get through those tunnels.在搞定了杰夫，并且打开了通往下一个目的地废弃动物园的隧道封锁以后，我们便开始继续向着金库前进。在这一路上，艾利克斯已经预感到，或许金库之中所保存着的并不是之前他们所猜想的某种超级武器，这个设施或许是联合帝国用来关押自己所忌惮的某样东西的。但是不管怎样，对于目前的人类抵抗军来说，释放那里面的东西肯定是对现在的局势有利的。而随着这一事件的进行，未来已经彻底改变。